观众朋友你好，这里是昆盛传媒全力打造的世界第一站立格斗赛事昆仑决。这是成都站的比赛现场，在下张太海。大家好，我是昆仑决亚维。这是今天的一场女子站立踢拳规则的比赛。王可涵，拳非常的重啊，是否的？KO 对手，独苗。王可涵，王可涵的特性不是白来的。不到30秒就 KO 对手，独苗了。看来汪可涵的特训不是白训的，据这种欧式的这种交叉式打法，他的拳法跟力量涨了很多。是，我看这个美丽死神啊，在给他的场下的指导。又是拳手凭空，很危险啊。在这个近距离这个换拳的时候，莎娜显然应对很难应对汪可涵这种高频率的输出。对，汪可涵期待着跟对方换拳。对，一旦双方有交叉，这个距离下他最喜欢的距离。又是一套组合拳呢。王可涵还是很谨慎啊，一个很冷静的选手啊，喜欢打防守反击，自己很少做主动进攻。好的，连续的拳，好的，连续击中，击中了。七八，要独苗，二次独苗。移动速度也不错。对，但是莎娜这局好像是抱定了也只打防反的这种心态啊。是，因为主动进攻他一直进不入到汪可涵的距离之内。对，这个拼拳的距离很好看，在这个拼拳的时候啊，已经两次出现击倒了。对，这第二局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出现啊，因为在我们的规则里面，同一局里面第三次就会结束比赛。是的，但是同一场比赛里面需要到第五次。又一个前手的平勾，后手，又一前手，继续，又一个前手，第三次独苗。你看啊，这个王可涵这拳打得很准确，是打在对方的下巴，也打到下巴之后啊，是震动脑干，让对方是瞬间没有平衡感，对，所以呢就会倒地。因为在人的头骨里面啊，结束比赛了。王可涵又一次捍卫了自己的 KO 女王的头衔啊，确实是双方。